天到晚的，你就知道睡觉，你还会干啥呀？你就不能帮我打扫一下家务呀？啊？那打扫家务那不是老娘们的事吗？谁家老爷们还打扫家务呢？这家就是我一个人的呀，你就不能帮我打扫一下呀？不是你的呀？啊？不是老妈，你就扫个扫，你我不是困想睡觉，哎。想睡觉呀？累呀？那我累不累呀？啊？就你累呀？那咋呀？反正我是不打扫。行，不想打扫是吧？嗯。那行，那我就出道题考考你。题？嗯。考我干嘛呀？你要是赢了，那就我打扫家务。嗯。我要是输了，不对，我要是赢了呀，你就一辈子打扫这个家。那个什么是你啥题？日字加一笔，日，嗯，加一笔变成另外一个字儿。这个日啊？对呀、啊。加一笔，这他妈太简单了嘛，随便都是加一笔，那么立马就一个字儿嘛。行，游戏规则啊，啊，谁写的最多，谁就是赢了。哦。啊、哦，意思是谁写的多就谁赢是吧？嗯。行呀，来呗。来呀。哎呀。我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就是语文课代表，我告诉你。来，你写这边，我写这边啊。是。那不你偷看我？切，偷看你。哎，哎，老婆，写完了没？写完了。来，哎，你写了几个呀？你写多少个字啊？嘿嘿，我写了10个，厉害吧？厉害。那是。我呀，12个字。What？ 12个？那。别吹牛了啊！来对一下，来对一下。甜、淀、生、蛋、就、甲、油、白、木、八。这啥字啊？这是油字啊？不，这不是油字吗？哎呀，这俩字同声。啊，那这也念油啊？这个呢？这个呀，就是生僻字里头的呀，念约。哦。不是是字儿吗？你这是骗我吧你？这咋就不是字儿了？那你去那个手机上查一下呀。咋的？认输不？啊？认输不？我今天有点腰疼，要不还是你打扫行吗？腰疼是吧？啊，腰疼！我打扫。